9月21日0时至18时，排查三名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291人，其中包含外地首人已推送。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966人，集中隔离222人，核酸采样505人，已出结果195人，均为阴性。再出结果310人，再检测752人。以上三个确诊病例的共同居住者6人，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。